我现在就见他，马上帮我叫过来。不然的话，对对对，我马上就去。你稍等，稍等啊，稍等啊，马上就来。走吧。可现在怎么办呢？周爷还没走，他就嚷嚷着要见苏范。这有何难呢？一会儿呢，你给那个小母鸡呀送副好酒去。 请，这边请。好好好。赵爷在楼上呢。这琴声悦耳动听。哎，谁弹的？是苏凤。赶明儿啊，我再带她来拜见你。苏凤？怎么，您认识她？不认识，只是这琴声。 跟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弹得很相似。明日啊，我让她先为你现弹一曲，您再做细细的比较。好。今儿呢，我让我们这儿的红台姑娘苏英啊伺候您。苏英？一个叫苏凤，一个叫苏英。对，我们这儿万春楼所有姑娘全都跟着妈妈我姓苏。 哦，原来都是化名啊！嘿嘿，是啊，来，赵爷，我们楼上请啊，您走好了啊。哎，怎么样，还成吗？再和他一轮都行啊。开玩笑。来来来。 带走我儿子，赵天林，你想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啊！赵天林，你不是人，你白白的虐待我，折磨我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什么？我折磨你？我虐待你？那好，你走啊。
我不能给你，孩子，我带走了。把孩子给我，把给我，把孩子给我，把孩子还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林静兰，你听好了，孩子是我赵天灵的主意，我当然要带走。 求你了，典礼，你不要那么任性，你不要拆散我们母子，孩子还小，他需要我给他喂奶，我求你了，典礼，求你。这个不需要你操心，我不会饿着他的。你如果想要孩子也行，拿1000两银元来换吧。啊！把孩子给我，给我！ 你还是吃自己饭吧，这种事情让小红来替吧。我来，还是让少奶奶照顾吧，让他们夫妻之间厚长恩义。你说是不是？假如啊，我是说假如。 以后如果我的妻子需要有人喂食的时候，哎，妈，你是不是也不许旁人动手？非要我亲自喂她，以长夫妻恩义？没有没有，哎，开玩笑的，随便说说，吃饭吃饭。妈，我觉得少白说的也没错，夫妻之间要长恩义，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上头不行。我看还是让小红来帮我吧。 小红两难了，不过这事儿还得少奶奶愿意让小红代劳才行啊。少白啊，嗯，最近怎么老往万春楼跑？你都做些什么？妈，您是问我老往万春楼跑干什么？是啊，猜饮唱量啊。什么呀？猜呢，就是喝酒的时候猜拳行令。 饮就是喝酒了，唱就是姑娘弹奏唱曲儿，亮就是欣赏姑娘的美貌。你少打哈哈，大学生去那种地方合适吗？大学生算什么？人家那个西洋祖师爷级的大学问家苏格拉底，还专程跑去听那个妓女阿斯帕里亚讲课呢。咱们的青楼女子也能讲课？谁说不行啊？ 我今天还在万春楼听了一课《青楼三字经》。啊，什么是《青楼三字经》啊？哎，大哥，这个别把你大哥带坏，以后不许去那种地方。可是妈，我行了，不许再说了。少白，嗯，我想跟你聊聊你跟湘君的事。妈，吃饭，菜都凉了，有什么话呢？少打哈哈。 今儿个，我要当众把这话说明了，让你大哥也参加一点意见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让少白跟湘君早点定亲，你说呢？好，也好。趁我此刻身子还行。哎，身子好得很呢，别瞎说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对，嗯。 大少爷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我不急着结婚，你不急我急，早点成亲了了我的心愿。这事儿再说吧，没得说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吃饭，吃饱了。 湘君，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？吃饭也不见人影。
六小姐，你醒啦？嗯，我只是……这是万春楼，你喝醉了，都睡了好几个时辰了。苏凤呢？苏凤啊，他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来来去去啊，都好几回了。见您熟睡未醒，他也就没有吵醒你。现在啊，他也休息去了。那周少爷呢？有没有与他一道过夜？周少爷呀，周少爷早就回去了。那我也回去了。哎，小佳，扶着他，扶着他。哎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点啊，慢走啊，慢点走啊，小心呐。哎，这姑娘长得很标致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她呀，她不是我们万春楼的小姐，人家是周家的少奶奶。周家？哪个周家？哎，还能有哪一个周家呀？就是那个开大纺织厂、大染房、大绸布庄的那个周家呗。周家。睡觉了，我追上来给你。啊，停车停车，快停车！这对耳坠可不便宜啊，足足顶上一般人家两三年吃用的了。来，还给你。谢谢你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要是掉了这一只啊，那我另一只也等于白费了。你真是个大好人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呢？谢我？哦，只要有这个诚心就行了。当然诚心了。那，你请我喝杯茶吧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现在吗？行吗？那有什么问题呢？那好，走吧。将军，少白娘，我听说你今天打了湘君一巴掌，你不怕妈会生气吗？这院子人多，还真是嘴杂。你到底为什么要打湘君呢？原因你也应该听说了吧？这我倒不知道。我也问过妈了，妈也是支吾其词，说什么湘君对你讲话不礼貌。少白，湘君到底说什么话让你发那么大火？没什么了，是我自己小题大做，一时情绪失控。我对了，正想请教大嫂，我想送湘君一个礼物，跟他表示歉意。你们同为女人，你说我送她什么最好啊？您应该跟她多说一些好话，跟她诚心的道个歉。我知道我会的，可是我觉得光说还不够吗？最好能够送他一个什么样的礼物，好让他立马高兴起来。哎，湘君不是最喜欢收藏玉石和善画吗？投其所好，他一定会开心的。对呀，
我怎么一直没想到呢？好雅致的胸针啊！绿扇胸针的确是古雅秀质，好东西。这个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，你将它送给湘居，他或许会喜欢。这怎么行呢？嫂子，这是你从娘家带过来的东西，你应该好好保藏才是啊，怎能叫我送人呢？湘居不是外人，他如果常常带在身上，我看了也会开心呢。可是少白，你就顺着静云的心意吧，大不了赶明儿再买个东西送给静云就行了。套句妈的话，这样你和静云之间彼此也可以长恩义，同时又让湘君高兴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这样吧，就顺着静云的心意，就这样吧。少爷、少奶奶，点心来了。来啊！啊，冲着你这么豪爽，我就来给你算个命啊！来，把手给我，好，听好了啊。凡掌心气色，内外通明，黄红紫皆为彩喜之色，女子掌色通红，面如喜豆，必定会嫁给财富兴旺的富贵人家。因此我敢断定，你肯定是大富人家少奶奶的命。嗯，这事儿算你说对了。那你再帮我测测，我将来有子无子啊？这要看你的面相。这女人的面相嘛，额看父母，眼看贵贱，鼻为福星，口为子星。您这面相嘛，怎么样？您面如银玉，唇纹缠绵，何愁不产麒麟啊？也就是说，雄者为麒，雌者为麟。也就是说，你将来会有儿有女，子孙满堂啊！真的，谢谢你，赵先生。好，喝茶啊。哎，哎呀，你可是我这几年来看过的命最好的一个呀。我保证，我保证给静兰幸福，我保证。保证个屁！滚！爹，你听我说。什么也别说。等你有我财产的一半了，你再来娶她。滚！这里的景色真美。我怀孕了。怀孕了。真的。爹，爹，
滚！你给我滚！我在此地有家古董铺要开张，你可得来帮我捧捧场啊。易宝斋，你原来是经营珠宝古玩的古董商人呐？难不成你以为我是专业看相的啊？我不过是喜欢山医命卜相等奇门武术，不过也是与人结缘罢了，这才是我的本行。那好，等你开张的那一天我一定到，你帮我选一个价格适当的好东西，我第一个与你成交，给你一个开张大吉，我自己也沾沾喜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好，就凭你这份情谊，我让你看看真正的好东西。那在我新铺开张的那一天，我就狠心把它舍了，半卖半送让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前清慈禧太后留下的宝物。花了极高价钱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买到的。来，你先瞧瞧。紫燕双飞，这不是什么宝玺，不过是一枚普通的印章嘛。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当年慈禧太后为什么能获得咸丰年的宠爱，从一个小小的宫女一路扶摇直上，做到太后的宝座，就是全凭这方印的神奇。这方印可是由一位方外艺人，是以奇门法术雕篆而成的，功能锁心，锁住男人的心，还能招子，带来子嗣。慈禧太后就是用它打败后宫粉黛，让咸丰爷独独宠爱他一个人，唯独他一人生意男子啊。真的假的？这种事你怎么能知道？我成日研究山医命卜相等奇门武术，又从事古董买卖多年，这种事我岂有不知的道理啊？否则我会把它当宝贝似的随身携带吗？这么说，这真是一个宝物？当然了。你真的愿意让给我？哎呀，当然是舍不得让给你。不过呢，他跟着我也算是暴殄天物。我早就有儿子了，还着什么子啊？再说，我是个男人，总不能拿他锁男人的心吧？啊？今天啊，算他跟你有缘，让你们先见个面啊。不过得等我新铺开张的那一天，我把他在所有来宾面前亮相献宝之后，才好跟你做这桩买卖啊。那怎么成？那会被别人抢去，还轮得到我吗？不如今天就把他给留下啦。哎，这那就不客气了。将军，哎呀，连笑了好几盘，从没赢过你。大哥，你这前世带来的天聪天明啊，我赢不了你了。连笑了好几盘都输，但没关系，改明儿我去买几本棋谱，好好的练一练，总有一天赢你的。人生短暂啊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啊。我不知道还能再和你下几盘棋呢。大哥，你又胡思乱想了。静云，
抱歉呢，我们兄弟俩只顾着下棋，却让你枯坐在这里。怎么让你为我穿鞋呢？小红呢？我让她先回房休息了。做得对，不要把下人不当人看。没事儿，让他们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刚刚我见你总盯着古筝失神，你应该也懂情意吧？可否为我们奏一曲啊？表姐回来了吗？应该是吧，家里人除了表小姐没有人会弹琴的。可是我记得表小姐的琴弹得没这么好啊。喂，去叫湘君到我屋里来一趟啊。哎，大嫂，你的琴弹得棒极了。静云，听你弹奏的曲子，心里很舒畅，并有一种宁静的感觉。好久都没弹琴了，生疏了。怎么会呢？弹得好极了。哎，与其让这把琴在这蒙尘，还不如把它送给大嫂。啊，没关系的，这把琴啊，是我多年前送给湘君的，可他没练两回啊，就放在这儿，碰也不碰了。把它送给大嫂，一来呢，物得其主；二来呢，让湘君跟大嫂互换礼物，互长恩义，怎么样？不可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那我也万万不可。好了好了，金云，你就接受少白的好意吧，让这古筝随着你。你那只玉山胸针也交换的过了。少白啊，湘君那儿，你可得与他说清楚了。那当然了。哎，表小姐，老夫人正让我找您呢。那可巧了，我也正要找我姨呢，给她看样好东西。1500大洋，你这也太离谱了吧！
现在开一家像样的印染厂也不过万把块钱，买辆洋车也才一千多块，这块小小的石头要1500大洋，你把钱当挥洒呀？哎呀，阿姨，我不是告诉过您吗？这方石印的来历，你想啊，如果能用这方印锁住小表哥的心，不让他老往万春楼跑，那咱们得省多少钱呢？再说了，如果我能用它给您照个孙子，您说，您说划算不划算？是啊是啊，我还得夸你两句呢。这到底是真是假？你别让人家给骗了。我看呢，还是让穆先生给鉴定鉴定。啊，那可不成。人家赵先生说了，一定要心诚，所谓心诚则灵。如果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，那他就不灵了。那这个怎么使啊？只要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就行了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我看你八成让人家给骗了。嘘，姨，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那就不灵了。啊？哦，心诚则灵嘛。我倒要看他灵不灵。灵灵灵，一定灵。要是见到赵先生的人呐，就知道他一定不是个骗子。赵先生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。兔子，哎呀，爸爸的宝贝儿啊！哎，小兔子，看，爸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苹果。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了？爸爸不是说要帮小兔子把妈妈带回家吗？爸爸在找啊。爸爸什么时候能找到？我好想妈妈。好了，小兔子，回去吧。啊，外面太冷了。牛妈，准备开饭。哎，来，走，拿着苹果，走，回家了。什么伤心事吗？来，来。许久未弹古筝了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姐姐。我学古筝，是姐姐启蒙的。有人说过，最幸福的人是没有过去的，除非那个人是得了失忆症。每个人过去都有很多的不舍和牵挂，难免就会有许多的痛苦和遗憾。静云，如今我更能体会了，所以也只求与你疏淡相处，以免日后让我有太沉重的牵挂和走不开的痛。
棒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谢谢小表哥。那就算道过歉喽。嗯，你帮我戴上。好。瞧那两个小冤家，昨儿还吵得凶呢，今儿个却亲热成这样。是啊，哎，老夫人，莫非是表小姐昨儿带回来的吉祥印，发挥她的神效了？哎，这么说还真灵呢。是啊，还真灵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哎，这么别致的胸针你是从哪儿找来的？这胸针啊，本来呢是老夫人。嗯，老夫人，什么事儿啊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大少爷的病又发作了。啊，我们人体啊，分布着十二正经与七经八脉，是血液循环的通路，穴位和穴道的刺激可以使病人过度兴奋的神经得以安宁，也可以使功能低下的神经兴奋起来，这样可以帮助病人预防肌肉萎缩，也可以有效的给病人止疼啊。不过任穴和正确的取穴不是你一天可以学会的。我学，我认真学，只要穆先生肯教我。啊，好。基本的手法有：拿捏、按压、点穴。正确的推、撸、拍、还有要活动关节。不过要给大少爷做全身性的穴位按摩，可不是你能够承受得了的。我可以的，我早晚勤练手劲，久了力气就大了，耐力就够了，我可以的。哦，好，好。谢谢你，谢谢妈。姨，就是昨天我跟你提到的卖给我吉祥印章的那个赵先生，他呀明天古董店要开张，叫我一定去给他捧个场。你去就是了，银票我给你，干嘛一定要我去呢？嗯，您陪我去吗？姨，您帮我选件礼物送给小表哥。昨天啊，小表哥送给我一个特别别致的胸针，您帮我出出主意，您说我送给他点什么好啊？嗯，你是要姨替你去付账吧？哎呀，不是了，姨，我发誓，如果东西不贵，如果我买得起的话，一定是我自己付账。哦，那贵的话就姨付账，好吗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好吗，姨，我最近穷嘛。行了行了，吃饭，吃完饭再说啊。吃饭，吃饭。嗯，谢谢妈。
少奶奶手怎么了？少奶奶在你昏倒以后，为了给你减轻疼痛，一直不停地帮你按摩，都按了好几个时辰，一直都没有停过。就算是铁打的手，也受不了啊。答应我，如果下次再病发的时候，就请穆先生过来帮我按摩，要不然，我看你的手。